好正哦，好正哦，咖啡，快五点了，怎么办？我刘海很油哎，等一下跟学长约会，哈，怎么办啦？好了，赶快去洗刘海。迟到了啦！快迟到了！啊，算了算了，出门。蛋呢？空的。我要一堆。我要出去啊。啊，得顶一百块，你敢有摕？有啊。你莫甲我摕迄个粉哦。好呀，烦死。啊，要叫啥出去？糖糖啊。同好是糖糖啦。迄个大主公，迄个。金毛的尽量较卖掉出去个啦，好，派囡仔，搞我较早倒来。喂，琪琪啊，我妈刚刚一直念很烦呢，真烦。你淑女车被干，啊怎么办？我等一下要去找学长呢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公园见了。好了好了。好了好了，拜拜啊！哎，其实学长在那里很帅哎，真是好帅哦，好帅哦！我不敢过去哎，怎么办啊？其实我真的不敢过去，我真的不敢啦！快，白痴啊，快去！哎呦，白痴！快点过去！靠北啊！学长，你不是有东西要给我？来的。哦哟，人家很害羞，真的很害羞啦，好害羞，真的非常害羞哎。学长好帅哦，学长碰我的肩膀，好开心哦。学长干嘛摸我的头啊？好害羞。靠北啊，吓到我了啦。只是觉得你不关心。好哟，你不早一点跟人家讲。好好玩，他真的好好玩哦，学长怎么那么好玩呢、啊、好开心哦，好开心。你怎么会有热狗啦？讨厌呢，你很讨厌。真的很讨厌，我们等一下去玩那个好不好？学长好贴心哦，可是就是有一点粗鲁，可能是因为体育班的关系吧。觉得你开心吗？开心啊，很开心，你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一肉是热狗。你只能吃我的热狗。靠北哦，好了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哎，懵懵懂懂的年纪，刻骨铭心的爱情。
好，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然后我要给你们募集第三次下葬，好不好？第三次，然后没有跟到的不要再没跟到，可是这一次先别急着去传照片，这一次有不一样的规则，好不好？我要你们前后的照片，之前跟现在的照片，就是你之前可能长得不好看啊，然后现在变得很好看，或者是你之前长得很丑，现在大家都认不出来你是谁之类的。反正我就是要前后的照片，然后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拿你老公老婆之类阿公阿嬷什么的，都是要经过本人授权哦。我会传规则给你，如果你有入选的话，然后记得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喜欢，然后分享给你所有8+9的朋友，然后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哦。我是耀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